哦，你今天来吃喜酒了吗？今天是我们结婚王美小姐姐行程。是吗？你有王美吗？我们现在是夏天。哦，你看起来很凉哦。因为我们这个夏天才会出。我们快点进入重点，我们重点就是我们来到这里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酒吧、夜店好吗？夜店。哦，你第一次来夜店呢？对，我第一次来。那你为什么戴眼镜？哦，好。听说你好像一眼700度哎。对。你这样看得到吗？我来原因是因为老板在这边演唱。我现在要来访问一下那个有来夜店的路人吗？那边吗？路人。欸、那边吗？对，有一个路人。你路人还自己塞哦？路人美女姐姐。哦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你第一次来夜店吗？没有。哦，好。那你来夜店都会干嘛？喝酒。哦，有需要传授一些秘诀给我吗？走到吧台说我要喝什么什么酒，就这样。那你有推荐的吗？我没有去点酒，都是人家拿给我的，朋友拿给我的。我告诉你一件好事，我们今天的包厢里面有含酒，赞哦，免费的哦。包厢就是赞，开包的部分。对，我们有开包的部分。没有在这边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穿那么多啊？我怕冷啊。这也太多了吧。等一下，人家都穿很少。重点，哎，不是这一栋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哎，错了吗？错了吗？那你错了哎。等一下，转场。哎，什么？啊，你刚刚站错地方是不是？对，我刚刚去错了地方。可是我今天那边后面有其他人在拍奇怪的影片。没错，我们好像。巧遇了一个叫闹子腿方常勇的人，是巧遇吗？好啦，反正等老板在大概1点左右会开场，现在才12点而已。对，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当应援小伙伴。哦，那你根本没有带什么东西来应援啊？今天超级品的，这东西又跟时间一样，硬体还是有的。你要不要表演一下？大家可以看这张图。哦。搓谁啊？你给我拿来！大家看的不是我的美貌，大家看的是你的腔，主持功力，搞笑的功力。你也讲一下话好了。我今天就是一个路人，我要在那边转圈圈吗？这是你第一次来这一间吗？这一间是我第一次啊。好，可是我之前有去过高雄。是哦，什么？所以你没有去过夜店？没有啊。真假的？你好。你好清纯哦，可是我有点想去台北，因为夜店男生进去都要付钱，是哦，很贵。我之前去的时候是什么 ladies night， 我那时候是 lady， 什么事？其实我有去过夜店，前一份工作我们那边有一间夜店，所以那是自由进出的，所以我也算去过。那个夜店是几乎都是80%都是外国的。我有去过澳洲的，还有去过泰国。哦，好，那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有什么感觉吗？我还没进去，怎么会知道？然后超难整，好了啦，再见，不想跟你们讲话了，拜拜。空警小姐姐吧。好。哦天哪，我说要拍空警小姐姐。你是空警小姐姐吗？结果知道她叫我拍她自己。上空好辣哦！她今天第一次，好辣，谁是第一次来？有吗？有空警小姐姐的感觉吗？哦，有啦。哦，有啊。很空啊。你就找自己，我们是大家。你为什么要拍个小姐姐拍那种不专心？我才是主播本人。那为什么找我？我知道，我今天是来拿东西的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比较
休息的歌。如果他们有再回归的话，把他灌醉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草根。草根，草根，草根。怎么这样子？没有啦。开启小铃铛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背景音乐全部拿掉，然后改放王老先生的音乐。笑死！看到你们对用王老先生在跳舞，太没钱了。王老先生没有完全吗？没有啊。是啊、哦。YouTube 上有这个音乐课里面有。大家要学到一招呢。